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！我将扑灭光明，制造永恒的。我们往后点，这万一整个塞拉西过来，我不上当了吗？你要小翅膀，行，小翅膀。哎呦，我学个抠还莫来，这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什么打野？蓝枪，应该打的没那么快。原始人崇拜我，向我祈求怜悯。嘚儿！打我，真威呀！呀，这都能 A 着。呀，塞拉西带劲。打蓝枪。还行，打死一个可以接受。别打了，撤撤撤撤撤。小饼干。哎呀，那塞拉西又来了，摸我呀！囚禁我的人们，变成三人路了呗。你就别走啊！你就别走，你在位置你也别走。
一辈子你也别走啊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回家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我接大西呢，回来了。只能说是一般般，没有补的太好。我铁刺鞭没用上。正常全补了，应该没啥问题。像这种兵线跟我们拼，这就很不理智。这要是拼死了，你说这怎么玩？这接下来也就不用玩了。你的死亡是我的歌声。真有毅力，塞拉西，这是不是上榜的塞拉西？一顿油，怎么玩？我就即使死了，他也玩不了。我们俩死的兵线不一样。这个往哪走？杀戮是我最后的乐趣。来了。怎么追不上他呢？
高闪。我有移动速度加成，我这个刺死剑气也有这个攻击距离加成，我就不用闪了呗。怎么回事呢？谁知道怎么回事？怎么扎不着呢？扎不到他。跑的有点快。这又还给我了，哎，这是你的设，还是我的东西吗？这不是，草丛蹲一波，不知道蓝枪会不会来呀？练。他俩来我也不怕，打不过我，没什么用。先来个大清远，再来个十五影魔刀就 OK。 这艾克也干不过这塞拉西呀。中路塔皮，中路能吃两层，上路只能吃一层。我们血赚。三层。再吃个小鸡吧。有红吧，这都给他吃了吧，顺便。塞拉西给我控了一下，追不上。扣呢？扣不着。他那个移动速度能走得出去，我得扣。我没有二速鞋，算了，我整个二速鞋吧。我来个水银鞋。
不放怎么知道扣不着的？我就是知道扣不着。有点歪了。600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走位，哎呀，没走开。其实也是走开了，只不过平 A 躲不了。最后才好的，我的心中存有黑暗，比任何黑影都更深邃。别打，我站着。下路来一波，下路一打四能打不？二打四可以打，来打。别怕，我到了。行了，哎，这都能给放跑了，哎呦我天，真的是很烦呢。一下去，没准还能杀个武器呢。上去打架吧，别人打聋了。
搁那打人呢，你搁那打龙，还没抢下来，你说，哎呦我的妈呀！给我都打活了。哎！我他妈打一个闪一个，操！几个闪？我打了多少个闪现？位移不算，我打了 EZ 一个闪，我打了蓝枪一个，蓝枪是闪现吗？不知道，好像就蓝枪没闪现，其他的四个人全都闪现，打四个闪现。控局里都打不死，哎呦。怎么我被控制了？泰克放技能了吗？怎么给我控住了呢？我这蓝枪烟雾弹应该也控不住人吧？从村庄到城镇，我以为蓝枪烟雾弹给我控住了呢，给我来了个眩晕。大陆四打四肯定是打不过，我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去大龙，他们能不能开大龙，应该不能开吧。我们家四打四肯定是让人碾压，坏了，开大龙了，我到了，我得往那边赶啊，这龙不能给他。
你再稍微走一波。有点烦，那个武器大师怎么还往人脸上跳啊？没寻思这武器能往脸上跳啊！悬空你也没办法，下面有人看着我了。泰拉西第一下打没打着？他们四个人打四个人啊，一个人没发了，不用给他套血，打不死我。这来了吧，没地方跑了呀。贡献一个重伤行吗，兄弟们？红露露跟那啥吧，给我整个重伤，那塞拉西太能吸了。先给我杀一个蓝圈儿，玩死他。也不是，我这波团战至少打他们5万的伤害，我这，哎呦我天哪，一人打伤害，真的5万。一个人打伤害，让我割裂皮肉，让我沐浴鲜血，让我躲进他们的尸堆，让我升个17级。
去，来，我们等人团一波。见了，看后边塞拉西，哎，这一下劈没劈好。好像可以一波了。等起，开大，开完吃饭。大嘴儿，我一看也不想赢，也不点塔呀。